的老天鹅，看一下这排队的人群，好可怕。现在时间3:05整，看一下我们到底是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进去。在这个星期天下午，大热天，风又超大，到底为什么人那么多啦？看你爱排又爱生气。你看那个妹妹，小姐，你在干嘛？出来吃饭，看完传说。看我。你已经千辛万苦，满头大汗，终于到门口了。怎么还有？跟日本一样，在外面排半小时，好不容易进来后，还要再排一个小时。哦，两个空。终于进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用了多少时间。来哈，4:05，一个小时整。开机啊，他只是服务铃好吗？他妈憨的。你不要拍，他会紧张，皮皮错。拉面礼盒可以买，一盒750，两盒1500，这我好像也可以自己算。